为鲨鱼可爱的混血小童星伊莱一同为童装开幕站台，三位模特摆起 pose 可以说是架势十足。受访时，瑞莎还说自己穿下14岁的童装，甚至能穿下12岁，就可以跟女儿一起穿母女装了。其实像我现在身上也是穿 NUNUNU 的衣服，虽然它是童装品牌，但我都能穿下14岁的，我现在身上14岁的衣服，所以现在我可以跟我女儿穿母女装。那以后如果有一天不知道会有弟弟之类，我们也都可以穿一样的服装。对啊，麦克穿得下吗？麦克穿得下，14岁。他为了这个减肥吗？有没有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他不胖。麦克穿几岁？他也是14岁，因为我老公稍微比较壮一点，所以。你们是穿母女，喜欢穿？其实我也可以穿12岁的。好了，够了，太夸张，对不起。这样的好身材，到底是要逼死谁呀？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